大人，为什么下官要到地方的经营去呢？这理由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才对啊！难道这件事跟下官的婚事有关吗？你说玉女被袭击的地方是七星山吧？我打算亲自去一趟。山贼帮今天晚上要把我们交给来自民国的奴隶商人，我们要想办法逃走，必须快离开这里。救命！救命！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东森戏剧台《绿中花》。